原来阴阳大师都在娱乐圈，你怎么可能一个正常人然后再表演思考？突然觉得教主眉清目秀，说话声音异常动听。哭不哭啊？是因为觉得自己幸运吗？是因为觉得自己幸运吗？我有多羡慕你吗？我都拍了20多年电影了，张艺谋都没有找我演。哎，我的危险的应该是我。听说前队友征过婚后，鹿晗的反应亮了。那天晚饭做的时候征婚了，说快到30的时候，生命中有一种孤独感。孤独感真的是，孤独感真的是，非认真的说，走心的说的，孤独感。还有姐妹比马周更塑料吗？就是因为之前有点偏胖，大家也知道，所以她滚有两条，哪儿就我就不说了。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，我觉得特别光宗耀祖，真的。有一个好的姐妹才会有一个好的，就反正就是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可能我也不会站在这儿。当然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可能你也不会站在这儿。能打败 TNT 的只有时代少年团。那我这个超级厉害，从小到大我没有遇到过有人打得过我。谢谢弟弟，太强了，强哥送的好呀，强哥真厉害。给演员留一个缓冲时间，让他进入情绪。大概前面有两句话的时间了，再来有两句话的时间。我想准备，我是听到我是听到头发了。这个车的坐垫太硬了，好想站着，好想坐公交车站着，我还想抓把手。好附身塌房以后，编程化身预言家。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，但是我发现我好的经历就会比我得去的，就让我特别羡慕，让我特别费解是怎么做到的。卡姐、金姐痛失韩国市场，和我们抢什么呀？端午节也是你们的。我就听到那个韩国的海关官员呢说了一句话：中国人真是个的，中国人真烦呢。哎呦，这下给我气着了，把铁门我啪一下一关，告诉你，不是我要到你们国家来的，是你们国家请我来的。韩国电视台的记者全在外边，记者们上来了，欢迎金老师，金老师旅行愉快吗？我说不愉快。金老师啊，对韩国的印象怎么样？说不怎么样。